Hello，Hello， 哇，这么大，今天还有谁啊？还有一些我队员。哦，还有队员。对对对，一起去。哪一些？找了各自的不同省份的人。啊。一起火锅吧 ，again。Yeah。Oh my god。很小心。Hello。哇，今天这么大个桌子。Hello。A lot of people。Oh, today、yeah. more people. 这是副神奇的眼镜，这个超棒，这个你躺下来，我能看到你的眼睛。躺下来可以。呼啦圈，呼啦圈耶！来一局，谁会？哇，我好久没玩了。谁会？我不太会，真的。我啊。我先吧，我先问。Aku lalu jauh。你别这样，你别，不是，那你来。你看到没有？就这一步，他你来，他下一步干嘛我都知道了。你来，马飞出去，飞马，来，我帮你们抬着，慢慢，哎，想毁棋是吧？就这吧。打呀！我先过个瘾再说，将军啊，你怎么打到这儿的？打呀！我先过个瘾再说，将军啊，你怎么打到这儿的？打？哎，你没有听过隐形兵吗？这里他有一个，炮翻山，大哥，将军啊，不是不将，将，哎呀，这棋臭的，他都。That ukulele? Yeah. I'm not a ukulele guy.Is it the same as playing guitar? No, right? Oh, no. Much different. Guitar, you have 6 strings. This is 4. And then you only have to like hold down one and you got a whole chord. Oh, wow. Yeah. But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tune this thing. 抽一个炮，将军。对。就这样。这个是一个常规的，对，你的炮没了。继续。快，我要绝杀了。哇，是的。还动，没了，还动，拜拜。啊！哎，一起火锅吧，象棋之旅。现在你获得一分的积分了。炒饭。朴炒饭。下次名字叫朴炒饭。Vegetables. 丁队，你应该是学过一些象棋的棋谱啊什么之类的吧？有一很多招都是，明显是学过的。像王神就是完全看不出是啥意思。我是跟老大爷学的。老大爷不这样下，对。我说那个嘴碎，我是跟老大爷学的。哎，我想问一下，在北京不是也有很多人会街头下象棋吗？啊，北京人看人下棋，是不是就是那种像你这种话特多那种？有话多的，也有话不多。有话多的，我见过。熟了就话就多。今儿那个，今儿那个呀，你打这个。哎，那个黄晨，我昨天请那个。我的 PD 发这个给你，你有看到吗？看到了，昨天晚上给我看了，一个减肥的。他昨天看到收到那个微信的时候，收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他正在吃东西。总决赛之前我就总决赛可以，我就秀腹肌了。好。从以前的大胖子到现在的理想身材，我坚持做好了这几件事。
今天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小游戏，队长们可以自行选择接力喂食工具，接力成功将开启今日火锅美食局。来 I can do first. Yeah, with us. OK. 要抓这个是吧？哦、oh. yeah.use the tongs. 那个可难了。All right. Let's go. Woo. 好嘞，一百三。It's like so hard surface that's not biting through. Maybe just the top angle. Oh, okay. Yeah. Okay. One more time. Ready?Nice. Yeah! 哇！哎呀！队长，你还要挑战一次你的瓜子吗？OK， 六十五。既然大家也没分出什么胜负，大家可以选一个给一位队长喝一个这个饮料，我们尝一尝这种特种美食。啊，真的啊？啥呀？都是什么 special？ 小丁，来，你要给哪个哥哥选？只能选一个啊。有味道的咖啡，老陈醋气泡水。那什么？川川水是啥？大黑什么？大黑土，大黑土的，大黑土的味道。那感觉像是那个还不错，沙士。给朴选一个。咖啡好。这个好一点点，这个。我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我不要咖啡。咖啡 ，OK。Me？ The whole thing？ Yeah. I gotta drink the whole thing。我可以喝这个啊 ，Which one is it? This one smells like sarsaparilla。大土的味道，大黑土的味道。Oh, it's color. You sure? What is this? Oh, come over here. Over here. 这个说是号称是喝一口就绝交的饮品哦。来 okay, 收工了，一起火锅吧！谢。哎，尝尝怎么样？汽水，好喝。What is this？ 啊。It's okay. That's not bad. It doesn't really taste like anything. Okay. Yeah. 好，街舞 battle 太辛苦，邀请舞者补一补。今天我们火锅局的美食特辑特意邀请了三位舞者和队长一起品尝美食，他们将各自带着自己家乡的美食和队长一起品尝，增进彼此的友谊。来，有请赵星宇、小金刚和西西。小雨坐在那儿，然后没有准备好，他穿羽绒服在那儿，怎么到我了？谢谢啊，谢谢，来，欢迎，来看。好，那么的话放在锅包肉，哇哦，锅包肉，哇，水煮鱼吗？毛血旺。水煮鸡，盐水鸭，对。哦，你是南京人啊？江苏泰兴的。哦。欢迎三位，欢迎。欢迎。
该坐外面穿羽绒服的。哎妈，到我了！不是，刚才还在聊天呢，突然太突然了。小金刚怎么换了不熟悉的衣服？你这个都不愿意讲话。不是常见的衣服了。工作人员让我换的。小金刚说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新鲜的人，对吧？但是你从参加海选到现在，你永远是这一件 T 恤，没换过型号。你能告诉你到底有几件这个 T 恤吗？我加上前几天买的，可能现在有14件、15件。全是一个颜色，对，一个尺码，对。所以你们都带来了各自的一个家乡菜，对吧？哎，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这个菜呗。来，毛血旺为啥叫带这个菜来？就是因为它是火锅界的扛把子，知道吗？就是它在桌子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吃道菜，在桌子上我们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就觉得它的味道，我们就点一个毛血旺，然后就是感觉有火锅的那种感觉。所以正宗的毛血旺里面应该都有什么？对。就是鸭血是最主要的，然后毛肚和鸭血这两个在里头，然后每一家人煮的时候他放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